昨天一下都没打到我，反被我他妈直接追，人追惨。我不会跳踢吗？会跳踢啊，空格按右键。一级他已经没有资格吃一级的经验了。从圣银变成圣石，感觉变了。因为他第一波直接被我打残，没有资格吃了。被单杀了，圣石是我意志的延伸。洛石在那里蹲我吗？游走一下，我没看到寡妇位置，所以这波游走是没毛病的啊。没看到寡妇位置，如果我在上路，我又没有眼。非常明智的选择。我现在出可选吗？不出了，不出可选，出可选拖不了后期。只要对面 ADC 大后期，对面 ADC 狙杀出来了，可血就废了。可血碰到狙杀，可血碰到狙杀是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圣石和圣银一样。
生的训练就是为了这一刻。万万没想到，统领暗影大军的是你。怎么杀不杀？怎么不杀吧？还可以卡一下线。寡妇还是不要压得太深啊。这一波如果说要压的话，我估计要死，兄弟们，死就死了。那我这波线不能被卡，对面可能也以为我的皇子在旁边，因为我一直没有一直压。我这一波赶肉头的话，肯定他以为皇子在草里面。到底在哪个位置啊？在中路吗？
奉献，我就游走去了，哥们儿。要不我就吃蛤蟆。寡妇在上路，我去压的话，这波肯定要被抓。这把应该带个进化的，兄弟们，不带进化线都不敢出去。我感觉在下路。我感觉在上路。你去这空呗。他没露头，他应该是在上路的，兄弟们。你看下路这么打，他都不露头。哎，再让你扣我的。刷得蛮开心的你啊。我单挑，我操！我只是不想杀你而已，并不是我怕你而已，只不想跟你打哦。他竟然敢跟我无人单挑，我都没有想明白，梁静茹给的勇气吗？我麦有电流吗？水银嘛，不然没有团战，还没有输出环境。输完那个再输水银。现在好了吗，兄弟们？现卖好了吗？
感觉我这把带进化要好一点哦，兄弟们，这疾跑完全没有什么用哦，对吧？不带进化，感觉塔下都待不住。点上票，上票，上票！哎呦，这个撤得掉！还少钱输水银，寡妇确实对于我们的阵容，寡妇是很克。王者局，炸鱼跟王者局有什么区别吗？不都一样？寡妇没大招，房子应该拼惩拼得过吧，没有大招的。什么，你既然有人说我炸鱼，老子他妈打的是钻二大师局，哎呀，他妈的车不好补啊！不好补。对面现在处理一个乌鸦都很难处理。
塞纳出无尽，裸了吧无尽，想吃鸭子塞纳。还算痛。这里面跳出个潘森，我操，老六。要移速吗？不要移速吧。马上进攻。直接一波了，我操！不回家出盾攻，喝一波吧，跟队友打了。我操，盾攻帮你翻一倍了。速推，triple kill。